说最近呢，山东德州一所中学啊，8年级的同学就收到来自历史老师张老师的惊喜礼物。咱说这礼物可真是太实在了，人手一只炸鸡，吃鸡喽！哎呀！我是8年级的历史老师，然后给孩子们吃炸鸡呢，是因为刚刚结束了期中考试，孩子们表现非常优秀，就是给他们一些奖励吧，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，也增进了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，很享受和他们在一块的这件事吧。看这气氛啊，真的是太欢乐了！同学们这大口大口吃得香啊！不少网友表示呢，别人家的老师真好啊，我现在去学历史还能来得及获得一只炸鸡腿不？张老师呢，这是用实际行动来告诉我们，好好学习有肉吃。这边老师为学生准备奖励啊，那边河南郑州有男子也给女朋友安排了惊喜，都说啊这520要表达爱，这位大哥表达的方式就是花200块钱找跑腿小哥代替自己用跑步软件跑步，重点是啊要跑出来一个520的轨迹出来。咱们这个软件已经登上了啊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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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觉得是挺好玩，刚开始接到单，感觉挺兴奋的，跑到后来，就是感觉这个钱还是不太好的。哎，太累了，太累了，休息一下。跑腿小哥鲁先生表示啊，刚接到单子的时候呢，觉得还挺浪漫呀。这跑起来才发现，1个半小时跑了12公里，这钱还真是不好挣。也许啊，真正的浪漫呢，只在一菜一饭亲力亲为，让别人跑步秀自己的恩爱。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呢？不过呢，也有网友脑洞大开啊，反正只要是运动轨迹，咱骑个电动车行不？